好，来开始讲，你今天做什么？爸爸跟妈妈，啊，下一页这个是谁？是妈妈，那个是妈妈的脸，为什么是粉红色？然后下面呢？下面还要写什么？你转过来啊！来，你讲，情人节快乐。好，来，再下一页，下一页是什么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来。妈妈的脸，妈妈什么地方最美？妈妈眼睛最美啊，还有嘞，还有做的蛋糕，哇，情人节快乐，蛋糕，好，我先漂亮，来，对我说，说母亲节快乐，做好梦，爱你，好棒，不会，弟弟妈妈看，弟弟妈妈看，哦，他做了母亲节卡片。哈哈哈哈哈。